一起来养蚕宝宝吧。套装里有太空舱观察盒，还送了挺多蚕宝宝和桑叶。蚕宝宝还小，要叶子撕碎喂它们哦。它们长大后会爬到这个节俭室上面做茧，就像这样，透明的舱门是可以关上的，上面带有透气孔，下面这个机关是可以收集食物残渣和便便的，方便清理。它下面还有个抽屉，里面有个夹子，非常贴心，桑叶放在里面就不容易变干了。有一本养蚕宝宝的手册，介绍了很多知识，还有观察手册，一起来见证蚕宝宝的奇妙生命之旅吧。